经过一番非常艰苦的训练之后，才能够看到成绩。 其实我是非常期待这武术课，然后可以让我更坚强一些了。哦，很痛，因为我骨头很硬。武术是比较刚的，对不对？所以可能就很不同了。其实，所以可是还是很有兴趣，对武术很有兴趣，所以期待。对我来说，应该是可以练得比较壮一点，然后是有肌肉这样，可以迷倒很多女生。我担心也是，做出来动作会很难看啊。最有肌肉的是你了，最结实的也是你了，怎么样？ 希望以后以前学过的东西都会派上用场吧。对，你会点点武术，对不对？帅一点点，帅一点点。老师在。老师，这六位新人我就交给你了。好，好好保重。你在。上课。老师哦。为了训练六位新人身手的敏捷以及增强他们的打击时，制作组特别邀请中国专业武术教练 QiuHua 来担任他们的导师。按下来，平平的，这个要平，扣住，这个要全。勾手的时候，这个要直，就可以一起啊。这个勾手来的，啊，勾手，是，明白吗 ？OK， 剑子，你打我，我打你，就是整个你要投入就是武术的东西来，一、二、一、二，夹住，什么夹住什么意思？ 明白没有？这个动作一定要有这个意思的。他每个动作都有他的意思，所以你一定要抱拳，啪，夹住，啪，啪，弓步的时候不要太这样，那这个要顶起来，不能这样。一、二、三，到时候弓步完，这个下面下插进去，对，后，这个叫撞，二、三、四，这个叫架拳。 你会痛的，你这样打人会痛。不会的，有点会的。你是讨厌我要打赌吗？不是说辛苦，就是腿哟，手掌。可是我脚很酸，我在想那些国家队的人是这样忍耐的。我看今天只是基本，可是。 我今天觉得蛮辛苦的，脚很累。没有，可是我现在已经是乱了，好多步伐、啊。对啊，先学跆拳道都没这么多步伐。他只有拉筋那个部分，真是受不了。跆拳道一直在喘气耶。一，倒上去，然后这个腿下去，倒下去，放开，放开这边，往后仰。你要特意什么？跳，转，一。 要特意拿啊！新人首先要学的是中华武术的基本功。对于完全没有武功底子的几位新人来说，可真是吃尽了苦头，因为他们所学的南拳讲求的是扎马要稳，动作要灵活，还有手法和步伐都要协调一致，才能呈现出整个南拳套路的刚劲形象。 这个劲啊！五、四、六、七、八、一、二、三，好，不要紧，不要紧，慢慢来。退，五。 抱歉，抱歉，预备，走。
切套路，广告后他们又要苦练剑术和对打技巧了，让我们继续为他们打气吧。